看视频。Hi, sorry for bothering you, but I'm doing a short little YouTube video. I always drive to your neighborhood. I see these houses. I was wondering, what did you do to get a house like this? So just a heads up, the audio is not like... 好，再看。怎么会这样来抓我们的？是怎么样赚足够的钱买到这么漂亮的房子？你现在状态 OK 吗？再看。Well, he had a Jets shirt on. Do you want to be one? I'll probably beat him. Hey, I love your car, man. Yo, 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 We have to know. Taxi is a secret. 好，再看。Thanks. Yo, bro, 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 BPF. Yeah. Oh, that's nice. Thanks. Yo, bro, 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 What do I do? Yeah. Bitcoin, bro. Your Bitcoin. Bitcoin. 好，这几个片段给你看的，全都是在街上问人家是做什么工作的，能赚到这么多钱，然后能住这样的豪宅，能开这么好的车子。这个是一个在大的类别里头属于街访这类节目，永远都有人看。那尤其是这一个类别里头的这一个小小的这个内容垂直，什么呀？钱啊，豪宅、美女、名车、游艇、飞机，你想想这种东西。当然，你好奇这些人是怎么赚到这些钱的。所以他问的问题就是说，你是做什么工作你能赚到这么多钱啊？前面有人做房地产的，这个就是炒比特币的，还有呢做这个证券交易的，反正各种各样的。你其实从这个地方啊，只是满足你的好奇，并不是讲哇你发现那个东西特别赚钱了，炒地皮赚钱，倒卖军火赚钱，然后你就去干这个事情，对吧？所以我经常在节目里头讲的，我们要做这个节目要95个人围观，50个人是可能你的生意的这个目标啊。那像这个节目几乎你可以讲所有人都来围观吧，啊，打酱油的想看好奇这些人，啊，这个小伙子，哦，不错啊，这么年轻就开这么豪的车子，那他是超皮的比特币的。好，那这类节目的这个特征我刚才讲的有钱人的生活，你好奇他们是怎么赚到钱的，那节奏又非常快，你不是去找一个百万富翁坐下来跟你进行专访，你没有这样的资源，他完全是在街上随机的去这样问。那你问30个人，也许有5个人，也许有8个人愿意回答你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也不见得要真的或者是假的，这个人不见得他非要是讲炒比特币的，对吧？他也许就是做一些说出来他不觉得 光彩的某种职业，但是你问到他，这个相机怼着他，他又不能讲不回答，他可以随便编一个东西。所以真实性不重要，大家就瞧个热闹，不用那么认真。那人们，我刚才讲的，为什么看这种东西？对金钱的这个围绕的故事和人物，谁不愿意看呢？对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这种东西节奏非常快。你看这个短片里头，它几乎就是十几二十秒就问一个人，所以呢，这个采样的频率很大。如果你盯到这个人来跟他聊十分钟，讲比特币是怎么回事，那个打酱油的观众不愿意看后面这些东西，他都想着这个人开这个车子多大岁数啊，赚多少钱，哎，这就行了，然后就下面马上就下一个，所以节奏非常快。即便是这样一个短片，一分钟里头他都是剪了可能六七个这样接受采访的人。那由于这个东西是发生在街头，或者是你去敲这些有钱人的这个门啊，但它总的来讲，这个概念还是属于街头随机采访。街头随机采访为什么很多人看啊？我以前专门讲过这一类的节目，他的心理是这样子的：结果是随机的，人物也是随机的，结果不可控，你不知道这个人，你问他的时候，他会回答什么东西来。所以这种东西就相当于现场转播那种感觉，不是这个人写好了剧本，然后给群众演员来背台词。他这个特别好玩，并且呢，你没有必要知道他的最后的这个结果一定是要是高大上的回答啊，就像我们前面介绍那个短片那个频道，一个月涨粉100万的，他就是街头那个路人去投篮踢足球，他不需要是高手，他只要参加这样一个游戏就可以了啊。那你也许可能有人讲在街上那个面馆旁边支一个摊，讲来挑战最辣的这个面条，或者是讲我给你这一大碗，你要三分钟能够吃下去的话，我就给你多少多少钱，这个也是一种游戏类型的，它不见得要
要今天遇到一个吃的最快的，像这种东西结果不重要、挑战成功失败都不重要，就是一个素人路人甲愿意参与这个游戏，这个就特别好玩、尤其是在这个节目里头是有钱人来参与这个游戏，这就好玩了嘛，对吧、这种方式呢做出来的东西也真实、也好玩，回答我刚才讲的可以是真真假假并不重要，对吧？然后呢有槽点有看点，看点金钱美女啊，豪车这个游艇，那有槽点是什么东西？他就想，我觉得这个小哥是撒谎的，我觉得这个旁边坐着的女的在那躲闪，他们肯定两个不是这个这正式的男女朋友关系啊。有就是评论区很热闹，所以这样一个节目就是满足了所有的一个能够易于传播和分享的这样一个特征啊。这个热点的话题，钱嘛。钱当然是热点话题了啊，这个街上随机的啊，好玩的，节奏极快的，然后呢，这个参与的人很多的，然后有看点，有槽点，所以这就是个好节目。那这种节目可以系列化，对不对？就像我们前面介绍的那个街头篮球的这样一个节目一样，你就可以换一个地方不停的去问，你就是在街上某一个豪车出现机会比较大的。蹲点在哪个地方，天天拍拍不同的人，这个大家不会看得厌的啊。你换一个城市再去拍拍，在这个旅游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国家去问问都可以。那你不见得问人家是从事什么工作赚这么多钱，对吧？当然这是一个好的问题。你也可以在这个大学校园那头去问人家，就是工作找到了没有啊？你期待你的第一份工作是收入是多少啊？你这个你能不能够接受你的这个男朋友比你年纪小啊？你能不能接受一个你的男朋友是比你矮半个头啊？像这种问题啊，你接不接受就是一个女友比你赚钱赚的很多，你会不会感觉到很有压力啊？问这种比较正向好玩轻松的问题，不要去问高大上的问题，你幸福吗？不要去问非常下三滥的，你有几个这个前任，你的初夜是什么时候，这个就很俗很低级。我讲举这个例子，就是真有人去做这种节目，调性把握不对就不好玩了，就应该这种轻松，不用那么严肃。我又不是税务局来查你的账，我就问你这样子简单的问题。然后这种节目也不是给你定性，也不是讲一定要做深度的分析或者是讲解，然后你最后要感慨一下，不需要，我就现场记录啊，就是旁边一个人跟拍，甚至我自己举到这个地方跟你聊天就行了啊。像我住的这个地方，我旁边每个周末啊，都有这个周围所有的这个豪车都会到那个广场，大家相互比较，这个赛车一样啊，聚会挺好玩的。然后一到那，大家把车子停下来，把这个车盖掀开来，然后你看看我的车，我看看你的车，然后交流这样的经验。在这种地方，你去问他，这些人都非常乐于分享啊，要么问跟车子这种关系。相关的问题，要么就讲，你是什么时候买到这个车子的？你在买车子以前，你前一个车子是什么？你下一个车子你希望是什么？像这种东西都挺好玩的问题啊，不见得要盯着人家讲，你是怎么样赚到这么多钱？这个钱，这个问题有点冲，但是也挺好啊、也挺好看的这种节目。好，我现在就给你看一下，当你去搜索这个YouTube 里头搜索的时候，讲你问别人啊是做什么职业的，就是当然。返回的，你看这个300多万啊，400多万，90多万，那这一类的节目，你注意看到啊、全都是他搜索缺省的推荐的这个视频的返回的结果。你看这个14分钟、5分钟、9分钟、6分钟啊、7分钟，那这个观看量都是百万级，有的千万级。注意，你现在把这个过滤调整成观看次数，你看结果。返回的全是短片啊，这个短片量级是什么？5000多万、2000多万、2000多万，对吧？所以正常的这个搜索的时候，缺省的时候，它还是尽可能的推荐啊长的片子，但是这个短片这一类的观看量，那就是长片的一个几个数量级之上的这一类的节目是有长期的生命力，因为人的本性它是不会变的，就会喜欢。看钱，我们现在像我年轻的时候讲万元户，现在都是最少是一个小目标，对吧？那么它不管是小目标还是万元户，那后面的底下的底层代码都是一样，大家
想知道比我有钱的多得多的人他们是怎么发财的，他们这个啊为什么买这样一个车子啊。所以这背后这一类东西啊，你从这个节目的系列里头你就可以看到，像街坊，这是一个关键字啊。我刚才讲街坊的特征就是随机，可以大量的这个采样啊，效率比较高，结果不可控，你不知道他怎么回答，然后呢看起来很真实好玩啊，有看点有槽点。那么在街坊整个的系列里头你可以做 N 多街头游戏，对吧，访问真正的人，随机的问问题，或者是给这个人呢做一个简单的游戏，问老外你所知道 中文的这个三个字是什么，他可能会讲你好再见中国啊，对，但每个人回答会不一样，对吧，你采样的样本足够多的时候就会有好玩的这种回答互动，你可以剪下来，对吧，那完全可以开拓这个，用这样一个例子来开拓思路，你只要到街上去问活生生的人这个问题就会有很多惊喜的回答。那么你可以挑选场所，在餐饮区，在这个沙滩这个运动区，全都是这个俊男美女的地方去问某些问题，你可以到大学校园去问某些问题啊，你可以去问幼儿园出来的这个专门接小孩的幼儿园的爹妈一些问题啊，这个可能性就无限多种，你现在有什么资源你都可以考虑这样的街坊这样系列，没钱做没钱的系列，有钱做有钱的这个系列啊，那个喜欢这个俊男美女的你可以跑那些大家聚集的地方去做啊，喜欢比较严肃的探讨人生的你可以到一些学习场地书店啊，这个深夜书店那些地方去跟人家聊聊一些比较深刻严肃的问题，那你愿意做去做什么，不见得非要讲问人家跑车是怎么赚来的钱买的，对吧，所以今天这期节目主要就是给大家提醒大家有这么一个点，这样一个整个的很大的这样一个系列，以这种形式来做节目啊，制作成本比较低，大量的这个采集拍三个小时，最后剪出来一个五分钟的节目，非常好看啊，节奏快，槽点多，那个火起来的机会也挺大。然后呢，可以不动脑筋的结构形成了以后，这个系列可以一直做，做三个月，做半年，做一年，然后呢，有钱了换个地方，我到迪拜去做，再做三个月，再到巴黎去再做三个月，对吧？是这样一个情况。好，希望这期节目呢，对你多少有点启发，谢谢，再见。